大家好，我是宏志，很开心，这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这是我生命体验的记录。那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叫做发生，所以在生活当中发生了很多的讯息，当这些讯息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有一个很大的觉察。在我这阵子在生命树校园教育基金会的这个活动教育培训领域的这个教学里面呢，所感受和体验的有很多你看似必须面对的这些事情，也就是现实的问题，你会产生一些困惑、疑虑或者是焦虑的一种情况，甚至说会带来一些压力的一些事情。你知道过去的这种思维，就是常人的思维都会这样子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过去也是这样子，而这一次当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首先我先接应，先接受这些问题的发生，接着就是问自己，这些事情的发生是要让我来学习什么，让我来改变什么，让我来体验什么。因为我非常清晰的知道，这些事情所有的发生都是我自编自导自演的，那它既然是自编自导自演，它一定要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我能够有所觉察，有所领悟，有所体验，甚至是有所顿悟，可能会从此开悟哦。那我就不再去问为什么要发生，为什么会发生，因为只要问为什么会发生，你找到的答案就是低能量的答案。发生的原因就是过往的思维跟线性的思维，看似有因果，原因并不是在这里，原因在更深的这个导演的层面里面。我为什么会导这个剧目出来呢？所以不需要去问为什么，只需要去关注说这个发生带给我什么样的体验，接下来我想要一种什么样新的体验。如果这个发生不是我要的体验，那我就直接进入到我想要的那个体验的频率里面。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每一秒钟我们都可能进入到一个新的平行宇宙，所以在每一秒的生活当中它都是不一样，这一秒的画面跟下一秒的画面事实上是没有关联的。坦白说，你可以去制造你想要的新的体验，如果这个结果不是我想要的体验，那我就直奔我想要的体验。我任何一个发生在这个空间里面，一定会有三个以上的解决方法，一个是从阳的方面，一个是从阴柔的方面，另外一个就是从阴阳和合的方式。任何问题一定都有解决的方法，所以不是这个问题它的发生有多重要，而是让我们知道这个发生它带来的体验跟接下来我要的结果它有没有帮助，它对我是有帮助的还是没有帮助的，它是支持的还是不支持的，这个是我们要去觉察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现实生活的过程当中，对结果是要零期待的，只跟随自己的内心去做能力范围里面开心喜悦的事情。很多人没有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种发生，为什么对结果可以无期待。举个例子来说，很多人想要透过买乐透买彩券来去得这个奖，但是我们并不执着这个结果，我们只要去体验所带给我的那样一种感受，那一种正品。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高我可能会透过有十种以上的方式能够让我们变得丰盛，能够让我们变得更美好。就是说，如果我们执着于某一个事件里面才能发生，它就可能呢把其他的通道给关闭掉了。所以说这个通道是无限的。再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现在需要100万，那这个100万可能是你在路上捡一个皮箱中彩票，有可能是某一个人他突然给了一笔遗产，但是按常规的逻辑跟思维来算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它只是根据剧情的需要，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关联会在哪个地方发生。所以我们要的不是对结果的期待和执着，而要的就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正品跟感觉，就是这种感觉才是最重要的，去关注
我们自己的感受。所以说，为什么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秒，我们都要在爱、喜悦、自由的正品里面？只要回到这个源头的正品里面，一切的发生，它都是可以轻易而举的，而且是自然而然的，轻松不费劲的。只要不在这个正品里面，它都会有一些纠缠，会有一些纠结。所以就像一个孩子，他的学习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带着不是让孩子学习考100分，而是要让他进入到学习的感受里面，可以带来快乐，可以带来喜悦，可以带来兴奋。如果朝着这个方向去走，我相信每一个生命，他在每一个当下，他都可以变得灿烂。所以过去和此刻，坦白讲，它是没有任何的关联的。虽然看似有联系，但是我只需要知道，在这一刻，我选择用什么样的频率跟状态，我的生命就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所以你会发现，宇宙已经准备好了一切，每一个人在自己最恰当的地方去体验他所想体验的，一切都自然而然的。所以发生就让它如实如是的发生，发生就让它如实如是的去体验跟经验，就让我们可以去感受，不带任何的评判，不带任何的评价，不带任何的执着，就是让它去流经。我们知道在这一刻我们要体验的一切，就让我们每一天、每一刻、每一时、每一秒，都可以让我们活在爱、喜悦、自由、感恩的能量里面。这个视频是来记录我们的生活体验，它不是教学，它只是生活而已。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谢谢大家。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视频的话，请你帮我们按赞、分享，还有订阅哦。感恩你，谢谢。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哦，拜拜。